全が高原が高校生年校の俳優団の少年一緒に立ったバンドの死んだるぞ所有的汉中家人陪伴汉家，一起完成今天这一场可以说是非常辛苦的比赛，达到起点，先给海外的现场朋友们掌声鼓励。马上呢，很开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庆祝汉家二连胜，欢迎复发 Angel！ 相信昨天才跳过，大家还很会跳，一起来！我们的汉江家人，先来有请我们传奇家族成员的吕胜吉先生来颁发 MVP 讲座。汉前锋，好，谢谢。那位稍待片刻，我们待会再来温柔一点分句。来，再来欢迎我们的亚瑟王家族成员于心瑜小姐来看前方颁发我们的 MVP 项链。看前方。OK 吗？谢谢，谢谢。那我们待会一样来抽奖哦。好，我们先请俊霖来跟所有现场的汉江家人打个招呼。大家好久不见，很久没上场了。欢迎郭俊霖。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俊霖今晚的好表现，在二局上临危受命，化解了满垒的危机。今天可以说是。也算是担任了很多的责任，投了五局，只花了76球，投出5K， 三分的自责分，顺利拿下胜投，掌声送给俊霖。那接下来我们来请俊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开季的任务是从中继来出发，那跟以往可能是每周的轮值先发不一样，那今年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今年的任务？因为其实一直还是向往就是先发投手啦，因为以往先发就比较好，但就是一直我想要争取，但争取不到，所以只能好表现来争取。给俊霖掌声鼓励一下。好，再来问一个，最近看到俊霖有发了一个讯息，是鼓励自己、提醒自己找回当初的热情。那可以跟我们聊一下那个讯息的由来，还有那个收到这一个的讯息打气之后，今天果然浴火重生，再次掌声送给郭俊霖。可以聊一下自己心境上的调整，因为其实那是几天前而已，对不对？因为一直都不能上场，就像关在动物园的老虎。那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一路支持你的汉江家人们？因为我相信大家也是对你很有期待，而且一定要记得对自己有信心，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一路支持你的朋友？今年开始，野生的老虎要出来了，掌声鼓励。
老虎要来了，换个心情。今天赛前啊，你有将你的手套送给我们的大来宾南哥，而且我相信你应该有看到，在局中啊，他刚好举着你的毛巾，然后为你加油。那你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听得到，一定会看得到。感觉我瞬间也像巨星一样，你也成为了你们之间的电影的主角。所以巨星都拿毛巾了，希望你们也可以买起来。很棒，自己工商宣传一下，去一二楼商店支持跟韩哥举同款的郭俊霖毛巾。好，来，我们马上先来请我们两位家族成员来一起抽奖今天的奖项。还有决定好要是谁要来先抽了吗？有吗？有决定好了吗？女士优先。好，你要选择卡卡手上还是 Tiffany 手上的呢？卡卡，来，恭喜你获得郭俊霖的亲笔签名球帽。那我们这位帅哥可以获得我们由 Samsung 所提供的机器硬碟，来，一人站一边好不好？我们让俊霖站中间，来移动一下脚步。好，哦，大家都太客气了，太可爱。来来来，看前方镜头，俊霖笑容哦。OK 吗？谢谢，谢谢两位悍将家人。接下来我们就请俊霖来帮我们签个名。那在俊霖签名的同时，我们也来快速的跟大家回顾今晚悍将的好表现。今晚团队一共交出了13支的安打，而且我们叶子廷4支4，铁质一打点一到嘞，掌声鼓励。小跑车来喽！再来再来，打出两安打的有我们的范国成、林哲轩、申浩伟一样，掌声不要停。接下来，今天 Franco 我们的富兰哥主投1.2局，只花了13颗球，投出2K， 4上4下，拍手。最后，曾君悦一起投出了再见三振，守住我们主场2连胜。掌声鼓励，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要来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也试出了下一档主题日，在8月5号、6号的悍将中学。这一次呢，除了有校草选拔，还有校花选拔，以及有全新的视觉，相信大家今天都有看到。希望大家到时候要继续来支持。最后，请不要吝啬你的加油声，我们郭俊霖我爱你最大声，让他感受到满满的力量，一起爱郭俊霖。掌声送给今晚的 MVP 郭俊霖。再次恭喜今天的 MVP 郭俊霖，也再次恭喜悍将在下半季主场头两场比赛又拿下了漂亮的2连胜，同时也更感谢今天所有的悍将家人，在今天延后开打的比赛依然是充满热情，持续陪伴悍将直到我们的最后一刻。那么在明后天依然有新庄的主场赛事，也希望所有的家人也能够持续的进场，继续的来支持悍将。那么今天的比赛就在此告一段落，我们的老虎功高的院团长崔美所率领的所有院团队，不妨 Angel Judy 以及 Frankie 再次深深鞠躬，感谢今天所有家人的进场。夜已深，大家回家，今天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新庄棒球场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亲爱的富邦悍将家人们，你们好，我是乐团团长 Travis， 感谢各位今日到场，与我们一起加油。你们的呐喊总是那样的温暖，成为悍将们最给力的后盾。比赛已画下完美句点，全力提醒你，路上小心，平安。